江浙渭水滔滔，诉说着女人的心酸，诉说着女人的心酸。烽火太遥，你是历史的见证，渭水滔滔遥，诉说着女人的心酸。烽火太遥，你是历史的见证，渭水滔滔遥，诉说着女人的心酸，诉说着女
正是天子要的纯情少女。爹宝，念你不欠呐、啊，以后殿当重赏。来，走，带上走。他意思我的人呐、啊，你们不能他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敢走当朝前命官？来，走，带上走。天哪！人选美人宝石，确实是个绝代佳丽。大王爱的是掌上明珠，只是他日拱手月，不说话，他也不笑，把个大王整的，茶也不思，是酒也不饮，情绪难安啊！幸福，哎，这个宝石，要小心伺候。邓司头，你也算大王的首富，就该劝诫大王，像这样沉醉酒色。如此下去，怕不是个长发。赵大夫言者甚是，我也多次劝诫过他，怎奈他自幼失去母后，心情乖僻，一时难以劝转。他先拿了宝石娘娘二月痴迷。不得忧伤生气，还将带回一袋桃风啊！大王驾到！you
九州降天地，此后孙从好社稷，广结千里向运早，秦北报国送礼酒。Thank you.
从盘古开前的三皇五帝斗日节，连子打了鸟耳朵，人群五瓜干白雪。我跟你大家说一个笑话，官宝都能把你笑破肚皮。
后世天下，枉在丹心。啊！缺个人儿，大王信息就该你保住娘娘为王后才成啊。就依贵公所奏，立保子为永后。大王有旨，立保子为王后娘娘。Thank you.
道你为何私自闯宫。不，thank you.
天子杨继峰不成。Thank you.
此处好风光，天下自大我王土。在下的意思是说，大王应该传令下去，吩咐天下所有的能工巧匠在京城里选一块地方，找娘娘宝城居住的那个村子模样，在京城里重新修建，取名铜锣村。这样娘娘就像日家似鬼，大王也可以娘娘同还公路到那时。没有没有，但乃没有不可言，美人你看如何啊？这哎，这个什么，来有搜搜船子下去，到天下子能工巧匠将王后娘娘居住的村子到鸳鸯前街，因为经常不得有是结果，此事就叫你亲自督监，而也不听，越快越好，死后定有重赏。大王请放宽心，微臣定向犬马子郎。扫出去吧。禀大王，烽火台剑随郎芬准备一托。郎芬要他何用呢？美人没有着急，啥事一看便知。殿随。Thank you.
秋里乌梅开牙一笑就更加楚楚动人了啊！哈哈哈哈为了我们的王侯爷。
Thank you.
娘娘我要金花，是我。看你来了。你不在大王圣前金中，圣约到此有何居心？哎，娘娘说哪里话来？只因大王正前围着那个女人滥竽桃死，把个贵人娘娘早都忘了，是我二爷挂念放心不下，推来与你。娘娘贵为王后遭此委屈，一身娇柔妇女怎能受得这般一折磨，时时令人心疼，直到如今还当不是与我。大王无情残言，凌厉之悔，与天下大事而不顾皇妃朝政，你就该以礼相见，以跪死为忠。虽是尔等反倒背叛所赐，恶于奉承，奴才大王更加利于寻衅，不纳忠言，是得群臣涣散，人心不动。你今有乃花言巧语，疼人之位，难道你就不知羞耻吗？这人生在世，就用得过且过。只要你随我的心愿，那保你安然抚养回到陈国，母子团圆，一享天年。我今就是冤死在冷宫，也不与这个奸臣小人苟且偷生。你那真不是抬举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一查实，太子你就避免神鬼，让土木不跪。若比大王知晓，满说是你母子不得团圆，就连你儿的性命也一难保。或许或从，娘娘，你还得见谅见谅啊！呸！你我滚出去！娘娘，你我滚出去！
此，经常有你黄素媛暗中保护，以防不测，儿与之后两手功夫归来，为娘我就放心了。
撇下真夫人陪伴，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。来来来，快快谁管我来哟。这么说，我是真惊吓了娘娘。没人没有生气，朕我这里给你哎赔礼了。禀大王，贵公、济公二位大人为铜锣村修建一事前来觐见。来的真个是时候啊！啊，大王，你们君臣有私，臣妾在此多有不便。臣妾告退。美人，美人，圣上明鉴铜锣村，大王去了再挂眼。大王上，臣等高兴。尔等有的何事，早说早去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臣等都见铜锣村，不得假就要落成了。哦，这是怎么样了？快快站起来讲，大王啊！小吃饮草只是搁在一边，说怎么今儿又来？不是无法可想，只是贵公大人，贵公有何话讲？大王，微臣倒有解燃迷之法，只因今儿镇南有老孙在，若是……那也不能贻误大王的重托。有损天子的尊严吗？管他什么神在祸在与天在，铜锣村不建成，朕有哪儿等私奔？贵公，大王的意思我等就该明白，怎么你还要大王名言不成吗？大王既然恩准，臣等领旨照办就是。司徒大人言道，深夜进宫有军务大事相商。这个老杂毛，平日里就倚老卖老，今儿又来叫朕的心思不成，不见也罢。
司徒大人不听劝阻，一刀切过。哦，大王在哪里？大王在哪里？大王，老臣张北友，神也见过，斗胆坚强。大王，七三地震，自尽飞平，这难这难有气喜欢，扶手两千遍呀，防务到他，众百姓水深火热，叫苦连城，还望大王搜传圣旨，查明实情，斩在不免。此乃自有朝务大臣掌管，这哪有闲心操理此事？大王吗？看，天下子民有难，大王理应安抚，怎能说是草民先存？况大王不惜耗费苦心重金，大兴土木，难道借救济百姓，丧死于不顾了吗？走！就在此时，早已吩咐贵公全班与朕活干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还望大王稍稍收回奏功之情，积极献计一言，以天下人落耳落。走！深夜进内宫来胡言乱语，危言耸听，难道说这天快要塌下来不成？民心。
军。好，万大将军派人快马送来急报。天子下令丢兵。
前次为了一个女人的一笑，竟拿贵家打死的儿媳，谁还请他的？少兵，回营。Thank you.
烽火燃了一夜整，不见子侯当好酒当好酒啊。全宗兵将太凶猛，跑满了九窑九亭。饶命啊饶命啊！鬼公命你吃成营敌，怎么为斩下他？大王啊，烽火整整燃了一夜，不见子侯一兵一卒，看来这剑狼贼也是不灵的了啊！全宗兵将凶猛无比，虚难抵挡，那京城也保不住了啊！嗨，当初要不是听了你的话，哪会有今天？当初要不是大王为了娘娘开口一笑，命臣点燃烽火洗脑之后，这回落得今日举鬼兵马，却搅动不了一兵一卒，看来这坏事根子便是能玩。这都怨朕无德无能，愧对于先王一血，眼看着大周天下要毁于我手，朕我好悔呀！
们四处找寻，谁知大王他比那犬戎王杀害了。养你，你自信，仍给你七尺剑。